这台九百哦，一八一四，看到新竹的九百型的，我是刚刚列车长来拜寿呢。4月25号。然后细展细致展成高。八是24次，树林发车将北回香港花莲的 DR2800 型九航编团直航末班 DR2800 型彩联直航哈，去程末班。营运半客的末班。昨天七分4月15号 AG 这趟啊，应该在西站待毙。2800型九安边暖气箱在汐止站设立了，沿途停靠树林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汐止、八堵、瑞芳、双溪、芙蓉、头城、礁溪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新、南澳、新城以及中年等方面的。好，这边是922118次，看我新竹的922群了。2800型是即将在今天一个来回就正式走历史，对，营运半客的，对，啊，明天是融汇专利。拜拜哦，118次。
交迄个火力，哇塞，军力的手力。阿杜站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要拿回人。贝斗站没去搞。阿杜，各位旅客，贝斗这边到了。各位旅客，贝斗欢迎各位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瑞芳，西凤，西凤，下一站，西凤，西凤，啊，站西凤靠拢。好，谢关，再见，拜拜。二十次苏宁发车，中北信号。我连了第二两天八百行末班酒量变质很强，在八站很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